好，什么事儿？哥斯达威尼斯号游轮祝您新婚愉快。我知道了，他真是我的乖孙子，这种事都敢瞒我。这是我们三个人最近的一次距离，然而一切却要开始倒数了。倒数的缘分，倒数的幸福感，为什么我会这么舍不得呢？喂，哎，李总，出事了，给花鸟岛汇款的文件没有及时送到公司，所以说财务到现在都没有付款，岛民情绪已经爆发了，说要告咱们。董事长让你赶紧回来处理一下。那个不让证人去送了吗？就是找不到他人嘛，打了电话不接，问董事长也不知道他在哪儿。我知道了，我去处理。嘉欣，嗯，我这边可能去不了巴哈马了，公司有点事，我必须要去处理。那离婚的事，咱们找时间再办吧。那我给你叫辆专车。哦，不用不用，我自己打车走就行。行，不好意思啊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没有去成巴哈马，我竟然有了松了口气的感觉。你好，死丫头，你终于肯接电话了。为什么我用我的手机打给你，你就是不接呢？要不是我借了你三伯伯家的邻居的儿子的老师的手机打给你，你会接吗？啊！出这么大事了，你还瞒着我？你现在马上坐车跟我回家。现在？叫你回来你就回来，少跟我啰嗦。啊，好，好，好，我马上回去。欢迎程杰一总莅临指导。啊！这怎么回事？这不会是鸿门宴吧？那这样，我先去看看情况，你隐蔽一下，咱俩随时联系啊。嗯，其实可以吧，我上。哪个是易总？你认识不？易总吗？我没见过。但是你想，易总，易总，一听就是领导，肯定有派头，一眼就能认出。是不是那个穿西装的？看着像，真的是他。一会儿咱俩想办法，见机行事。是易总，干什么？什么意思？干什么？好，大哥，谢谢。等会儿，哎，哎，行，大家开业了是吧？稍等。你没脸见人了，你走。陈嘉欣，这里人多，你要不想让你妈丢脸的话，你就保持自然一点，别自己把什么事都给抖出来，保持一下。就是，别在这儿嚷了。
这就是陈家俊老家呀。你一去上海，你就觉得自己很有出息了是吧？我错了吗？佳欣，你老实交代啊，不许撒谎。你妈治病那是有绝活的。妈，我错了，要打要骂，随便你吧。佳欣，卡刷暴露是挺严重的，是不是？那你也不能下跪呀、啊，你知道错就好了。不就是欠了点钱吗？我们一起想办法就完了，是不是？欠钱？就是，咱们一起想办法。爷，佳欣知道错了。来来来，坐坐坐。为了一点钱又打又骂，至于吗？谁让我是你妈呢？啊，我还有点棺材本，你先拿去还钱吧。但是你得告诉我，你那钱花在哪儿了。原来妈还不知道我怀孕的事儿。你愣着干嘛呀？快谢谢你吧。谢谢妈，我以后一定小心谨慎，再也不胡乱刷卡了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原谅他了，原谅他了。西施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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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事儿了，出大事儿了，出大事儿了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嘉欣孕吐了。你说什么孕吐？就是怀孕吐了，而且被人拍下来传到网上，现在全岛都知道了。你在哪？你怀孕了？妈，对不起妈。陈嘉欣啊，你长本事了啊！交了男朋友不跟我说，居然直接怀孕了！我怎么想不出你这个女儿啊？她怀着孕呢，她！你别打她！走开！我躲开！好好的谈恋爱，结婚生孩子不行吗？你怎么这么会给自己找亏吃啊？妈，对不起，妈，我错了。嘉欣，那男人呢？他把你肚子搞的，他多大负责任吧？这其实也怪不了他，我实在不想打扰他的生活。这孩子我会自己看着处理的，妈。你自己处理，你想怎么处理？都这个时候了，陈嘉欣，你还在护着他，怎么那么好欺负？你能有点你妈我的样子吗？学会保护你自己。你说那个男人是谁？你说不说？你说！别打了！我看你说不说？你说不说？我就是孩子的爸爸。和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快走啊！我走什么走啊？我，小子，你来了就别想回去。我本来还怕找不到你，现在你自己上门。告诉你，陈嘉欣好欺负，他妈可不。你说，你想怎么负责？说，说。身为上市公司的 CEO， 亚洲最有影响力的企业家，面对商业上的危机，我可以冷静在脑中推演出至少三个完美的解决方案。但是此刻，就算我再冷静，我也只能回答。
不知道。不知道？不知道？不知道？以上就是事情的全部经过。真的吗？他说的是全部的事实吗？其实他还有些事没说。不是，我还有什么？好啊，你还有事没说？他其实是在帮我，他帮我教训之前那个渣男前男友，他还帮我在同事面前出气，他在帮我，在帮我。对对对，阿姨，我真的不是故意占嘉欣便宜的，我们得好好谈谈。走开。好好谈？这就是你今天来我们家的目的？是。油嘴滑舌，找我谈，八成早就想好怎么骗我了吧？ 我告诉你，我才不会上那个当呢！我要直接找你家长谈。我咦，我找到手机了。啊！哎，扒开他眼睛啊！啊！哎，他眼睛呢？开了开了！哎，哎，不行啊！哎，不要联系人，奶奶！哎，不能奶奶！哎，那不是我奶奶，那是我助理，她长得像我奶奶，我就存了个奶奶。别这样！不是，我奶奶在游泳呢，你打电话她也接不到。哎，别这样，我奶奶不管事儿，你给我奶奶打解决不了问题，你跟我。来电话了，是呀。喂，你孙子占了我女儿的便宜，让她怀孕了，你们打算怎么办？亲家母啊！哎呦，好不容易给你通上电话了，是医生在你们家。是不是亲家母还不知道呢？得看你们怎么负责。哎呦，都上热搜了，当然负责呀。该怎么办就怎么办。啊，那你把地址发来，我明天一早就到岛上去和你们见面。啊，明天见喽，未来亲家母。哇，原来我孙媳妇儿也是花鸟岛上的人。本来只想阻止他们离婚，这下倒好，干脆明天直接把婚礼给办了。太好了。